观众朋友们，欢迎下午的两点钟收看《九四要赚钱未来事件簿》。有没有觉得今天真的这么大颗啊？吓死人了！因为我觉得很准。好，因为老师昨天很准，昨天讲什么？昨天说了哦，今天会开高走低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昨天还特别问老师啊，就是跟着开高走低，今天果然真的是开高走低的情况哦。那一开盘的20,000再创历史新高之后，但是只站了一下下就又下来了，真的，而且还跌得蛮重的哦。我们看到了主力心太空，对不对？像是智元的部分，哎，智元从老师开始讲到现在，每天跌哦。还有爱普，还有爱普，今天也是，创意也是，全部都大跌。但是老师也有做多的股票哦。老师讲说长荣。其实长荣这个背景故事老师一直跟大家分析的，战争会结束，果然在现在一直在创新高，同时还包括了中兴电的部分，在今天也是涨的，士电也是。接下来这个行情我们看到已经站上了20,000，但是两次触及了20,000都是很快就下来，这个行情有没有代表什么样的问题？然后我们看到这量能又放大到了5000多亿，大家又通通都回来了，会不会太热了？赶快请教谢文恩分析师。好的，那么其实呢，现在台北股市今天碰到20,000点，可是就很多投顾老师、很多投资朋友完全没有任何的感觉，没尴尬，因为你们去买到大盘主力心态空的一个所谓标的。好，波波，我先挑那个第二个标。好，我基本上我这个人我讲坦白的，我跟一般投顾老师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？我跟你讲真的哦。如果连加权 OTC 都跌破多方防守，相信我，这些股票会跌到爆炸。我再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哦。基本上呢，其实在股票市场上面操作，你可以做多，你可以放空。可是问题啊，你千万不要在台北股市涨到20,000多点，你手中的股票还在杀，那是一件非常丢脸，而且根本没有办法忍受的事情。对，如果说你遇到这样的老师，我建议大家，你真的无论如何，你一定要戴上头套。好，第二件事情，今天 AI 的股票刚刚今天提的还不够传神，爆量杀。好，来，昨天有问哦，好了，我们先看筹码袋，我很难得播筹码袋，因为这筹码袋还算蛮可爱、蛮有趣。来，导播，我们看筹码袋。我也没有啊，我没有，我做我自己的，做我自己的哈。来，所以说我刚才跟大家报告 CPI 数字应该会不错，应该不错。我们不管外资卖的，外资卖好，那股票部分IP 不用讲了哈。没有，老师，我你不要发抖哈，我手中有 IP， 那我等它落后补涨。我问你哦，如果行情开始崩盘呢？你认为你手中股票会落后补涨吗？还是暴跌？你只要想清楚这件事情哦，你自己要想清楚这件事情哦。对，它都已经相对人家弱势，很多很多主力作手，甚至于包括投信法人，目前 hold 住它，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嘛，反正其他股要赚。对啊。可是问题呢，法人杀股票跟你不一样哦。行情不对的时候，他一定先砍弱势股。点了，连这两招没有？不会，这跌停板是好。16.5买，我没有跟你讲我买100块，我是126.5买，所以说没有啊，我是基本也是今天新闻啊，那市电的夜水不是，这不是你们要听的吗？没有啊，明天知道啊，明天就知道，啊，没有，可是会大涨，台湾的 AI 会大涨吗？开高走低。所以明天广达要卖，所以明天开高记得老师讲出来，我帮大家问出来，你看真的听到这么邪恶的笑声，你们还不知道跑，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昨天特别问了，因为 NVIDIA 老师还讲说，我说NVIDIA 会怎样，他说 NVIDIA 会大涨，大涨之后 AI 怎么样，开高走低。对呀，啊，真的，因为他其实没有真的同步在动啦。好了，有了，涨一下了，下来了。我好了，我建议大家要会算啦，真的。那我再给大家看，这是昨天，没有，你们昨天还在3035资源加嘛，然后我们昨天呢是1513中兴电3005神机加嘛，结果这两档股票今天全部喷出去，好，全部喷出去哦。中兴电是盘中突如其来的急杀168再买，结果到今天184呢，我又活生生又赚了16块钱，我又多赚了一只涨停板，所以现在看你要什么样的一个老师。好，来，波波回到第一个标，基本上我先把大盘稍微解完一下，其实这一个行情呢，很多人问我说，老师有没有问题啊？那我问你，如果说呢，你认为行情有问题，为什么你满手的电子股你不知道该怎么样做处理，基本上如果说单纯就个股上面的业水结构，电子股真的很惨，超级无敌惨的。可是问题重点，我请问各位，不管包括1503市电，不管包括1513中兴电，不管包括2317鸿海，不管包括2891的中兴金，你可以去买这些股票，你可以去买这些股票，那是个人上面的业水的选择跟造化吧。
那我再跟我强调，这个行情有没有可能在大涨之后由多转为一个水库？至少目前还没看到讯号。可是问题大家要知道哦，今天一个水库要溃堤的一个水过程当中，除非了阿共啦真的放一颗炸弹把台湾水库炸掉，苏门水库炸掉，不然石门水库我假设要爆炸之前。要爆烂之前，它一定从小洞开始漏水嘛？是，所以说你要懂得每一个所谓的 detail。那什么叫每一个 detail？ 就回到原点的，我一再跟你强调，我说主力做手操作还是架构在价格观念。为什么你要拥有一个所谓主力心态？来，我快速回顾喽，从17282点涨到18000点，我都跟大家预告主力心态，它是个标标准的多。可是那种干的资讯、太久了，大家不想知道。好，那从这个礼拜开始哦，礼拜一的时候，我跟大家预告742到728。还有691做多，结果这三个价格全部都成交，因为大盘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的多。礼拜二的时候在节目当中还是跟大家预告大盘主力心态多，礼拜就昨天嘛，昨天、所以昨天呢在771到760我还在做多。那如果说你照我的call讯到今天20000点的，我就算昨天好的，你前天办好入会手续，礼拜一办好入会手续，然后昨天收到我call讯操作了，很恭喜你，我没有赚了250点，还没完呢。好，再继续哦，开始办了哦。老师，你最近回顾比较少，因为哈，我的绩效实在太多了，看过。如果时间回顾，我如果光讲期货的话，我讲坦白的，什么都不用讲的，什么都不用。好，开始哦。那么哈，来开始慢哦。昨天叫做3月12号，我一样跟大家预告大盘主力心态还是个标准很多。因为呢，最近呢，非凡主播又问我一个非常正确的问题，小师啊，台币升值，你认为外资会买吗？干，我已经连续讲3天大盘主力心态多了。那我请问各位，那你可以做台币啊，你可以做黄金啊，没有。你真的可以做台币了，你也可以做日币了。可是我们因为我们带会员，我们没带做台币了。你要做会，你不要来找我哦。我只带你台指期货，我只带你个股期货，我只带你股票。那么好，看清楚哦，看清楚，看清楚哦，这很重要哦。那昨天我也去跟大家预告，我说收盘它是大于一个所谓的 A 线。结果昨天比较可惜的是 PM 盘我没买到，差40点没买到。好，看清楚，看 AM 盘哦。那我请问大家，今天台指期货呢，开盘之后先往上急拉，急拉之后又往下做一个所谓快速的一个所谓急杀。我请问各位。这个急杀为什么我敢买？答案又出来了。我问你哦，我一再跟大家报告，我说收盘大于 AC， 收盘大于 AC， 昨天是预告收盘大于 AC 嘛？收盘大于一个所谓 AC， 代表隔天不是上下震荡盘整就是上涨。那么它既然往上冲高之后又往下做一个所谓急杀，那我问你啦。它最烂的状况就是上下震荡盘整，这是为什么？今天早上在10点25分的时候，我很清楚的告诉我会员，除了手中没有再一遍哦，基本上哈、哦，我讲坦白的，我好像是在是种蛙。你看，你这还记得青蛙哈、哦？没有，我现在不要讲种蛙，讲种猪，你知道吗？我无时无刻都在交配，无时无刻都在交配，因为品种太好了。拍谁？不累吗？哦，哎，不累，哎，不累，哎，没有，我讲讲很累，累了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请你再看这口讯哦。好，来，手中多单获利续报，我可以选择观望啊。你昨天加入会员，你白痴啊？你在等嘛？等下一次出手嘛？也许下一次出手是一个月后事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可是问题呢？我这个人这样子啦，我很热心啦，好，我想当种猪啊，战到最后一兵一卒，为荣耀而战。好，为荣耀而战。结果呢？我问你，你敢不敢买？你敢买？没有，老师，你call讯是不是有很多人哈、哦、是涨上来说才发call讯的？我不敢做这种下贱的事情的、啊。你买不到，我投多价给当你做。对，就这样子呢，我又活生赚100点。好，来这个时候来开始啊、哦，来，你们真的哈、哦，我是什么？你们真的是把我当医生是不是？来看清楚哦，这是3月12号，然后这是阴道超音波，阴道超音波，我的。为什么你会以为传这个给你啊？谢老师。反正你告诉我标丁牌嘛，标丁牌嘛，对啊，就开始看标丁牌啊，反正你十点二十五分挂这个单，挂这个单，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来啊，我也不知道会来，没有信用知道会来，我也不知道，太激动了，我自己也不知道会不会来啊，你就在那边乖乖等嘛，然后呢，甚至于985，今天985还卖最高位，是今天反弹那一波最高高点986，哇。你看哦，因为这是超神的软体算出来的超神关键价，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好，啊，所以说很多人问我说，小神，你盘中在干嘛？我们盘中在看超音波片啊，好，这叫阴道超音波。好，3月12号下午，就是昨天啊，我的会员去照，哎，你们真的都把我当医生是？然后呢，医生跟他说是瘤，
哎，肿瘤，肿瘤，那个卵巢肿瘤，有写几公分吗？哎，这个看起来的话，应该有3.5公分。它上面画会个量尺哦。对对，它数字在下面。我靠腰，你到底什么节目？数字在下面了，对。哎，我到底是什么节目啊？我这到底什么节目啊？哎，会员你们真的很可爱，你们真的当做我盘中没事做啊？他到底为什么传这个给你？事实上也没事做啊。不是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再一遍哦。昨天中心店往下急杀，是。如果说你一直盯盘中心店，你绝对不该买，你赚到这16块钱哦。嗯嗯。事件急杀你不该买，赚到今天涨停板哦。对对对。我这样讲没错吧？长荣也是一模一样嘛。结果呢？哈，老师啊，那个哈，我会不会得那个卵巢那个什么卵巢肿瘤？他说医生说肿瘤，第一个哈，医生有叫你抽血，那抽血部分的话，你要看 CA125 的指数，CA125 的指数呢，如果过高的话，代表呢，就有点危险。这件事情呢，其实卵巢部分的话要肿瘤有一点难，如果是你怎么连妇科都懂啊？月经之前哈，它有两种囊肿，一种叫做黄体素囊肿，一个叫做什么堆积囊肿。那可是当你月经完之后，黄体素因为没办法排，就很容易去压迫到。那么好啦，我就讲一个比较快速点啦。如果说没有，我个人认为这应该是水泡了，水泡了。后续的话，水泡了，因为我有水泡啊。我前一阵子的话，医生那个照我那个肾脏的话，肾脏有水泡。嗯、那水泡的部分的话，最怕里面有实体。对，水泡就可以水泡嘛。对对。可是如果里面水泡里面有一个 baby， 你有挫赛啊？你可真要挫赛，要 baby 要再要好。如果是 baby 就挫赛，那只是说呢，基本上呢，很多没有啦，因为我朋友真的太多了，你知道吗？卵巢瘤跟子宫肌瘤，然后巧克力囊肿到底有什么不同？其实如果有巧克力囊肿的一个所谓部分的话，我们建议大家要开刀。好，我们建议要开刀。那基本上你问我说这个有没有关系，我讲坦白，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，这是医生的专业。可是如果医生判定你是巧克力囊肿，或是你本身的一个水泡的宽度大于5公分的话，是建议要开刀啦。啊，反正现在就是腹腔手术嘛。那如果说呢，你感觉到腹部疼痛的话呢，那可能就是子宫肌，腹部疼痛的话，可能是卵巢，部分卵巢瘤已经压迫到神经了。可是如果你感觉到你会频尿或是便秘的话，可能就是子宫肌瘤。好，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分辨方式。哦，好强啊！反正尝试好不好、你不是都只有讲你自己的，你不是三折功成良医而已哦。不 是, 连妇科你都要去帮大家分析，你的那个是昨天嘛？你的会员昨天下午去看医生的嘛？然后今天白天今天的这个盘中跟你分享这个。你们做传对账单出来，连这东西稀奇古怪东西，你们真的当我医生哦？医生在这边没有没有没有，等于说正常而言是3个月追踪一次吧？嗯啊，如果慢慢的变大的话，通常医生会建议你要开刀啊。开刀你没必要害怕，现在都腹腔手术了。好，为什么不要害怕？因为不是我的肚子。我跟你讲了，叫别人检查我都很会了。叫别人检查我都会了。可是问题重点哦，你不要不追踪哦。对啦，你医生叫你3个月追踪，你可以半年再追踪。可是你不要都不追踪哦，不追踪到会变肿瘤，不追踪真的会变肿瘤。因为如果说它再一直下去压迫到没有啦，还是老话一句的，癌症呢，其实发生在我们身上呢，除了。应该都一样嘛，所有的器官啊，不管包括肺癌啦，有的胃癌应该不会啦，肺癌大肠没有任何癌症初期会有症状，可是等你发现你呕心想吐或者排黑便的血的时候，很抱歉，至少第三期了，最少第三期了，说癌症不会有症状啊，你说我就举例好，肺癌好了，这癌症状前会有咳嗽，看。咳嗽的时候，每一个人跟你说啊，那是因为抽烟咳啦，是对抽烟咳啦。等你咳出血的时候，第三期、第四期了啦。没胡完啊！我们讲这干嘛？我不知道啊，你讲好久了耶。干，这是我们盘中在做的事情。不错、欸。不是，你低盘干嘛啦？你低盘你敢买吗？你低盘你敢买吗？你低盘你敢买吗？你的会员真的是把你当好朋友哦。好了，小心啦。今天收到小 AC 了，小 AC 了，好，记起来哦。小 AC 了，这 Beware， 有点蛮头痛的哈。好，第二件事情哦，那个多简单，主力新太空的标的，哎 ，double 第二标哈，所以139个礼拜，我会员真的赚到翻了。没有，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哦，拜托大家做期货。你不知道你的资源哈，这样子，许经理你知道吗？从这边下来到这边哦，不到一个月，已经差了100多万了。你期货会这么离谱吗？你期货没有？你期货为什么做期货比较好？我问你啊，你认为指数会到25000、27000，可是你买的股票每天在破底啊？对啊，那问题为什么期货能撑住？因为他今天拉中信金啊，超厉害的、啊。他拉2600像长荣，他2333才2317鸿海啊。可是他杀资源啊。对啊，可是你们满手资源啊，你满手创意啊。
那如果做期货的话呢，不要说赚一百万啦、啊，你至少绝对不会赔到智元这一百万。好，智元给大家一个价位哦，除非明天开盘直接跳空跌破三三三，不然的话来到三三三，哦，这很好记吧？三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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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。直接告诉大家，提醒大家，我股票不用遮，而且我连多空防守价，而且我有子宫肌瘤跟卵巢肿瘤都讲得那么清楚。好，一个会压迫到让你肚子痛，像卵巢肿瘤的话，会肚子痛，肚子不舒服；子宫肌瘤不会，它会让你便秘，会让你频尿。这样讲很清楚吧？一个在上面，一个在下面。讲完了，干，这种才要屌，好不好？是，每天不讲个僵话，哈，实在是很不习惯，你知道？你们手中老师，我知道第二个问题。老师啊，我智元能不能加码？对、啊，如果真的来到你说的三三三的话呢、如果我有操作智元，对对对对对，我会告诉你。对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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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可是我没操作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没有，甚至今天创意，我也是刚刚收完盘之后才知道，哦，快跌停了啊！这些股票我都之前跟你讲的、啊嗯，我说人家主力就在放空，所以说，现在真的，一天只要个鸡腿便当，你去下载软体，人家已经放空，而且我再讲一遍哦，智元我觉得哈、哦，它最贱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我问你哦。如果是投顾老师的，我去办公智元，他妈的这个创新高，你受得了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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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主力一直放空，你知道光智元知道空单，他赚了十几亿哎、欸啊！你要这样赚的，好来来来，第二档威盛，威盛不用讲，威盛今天又破底，又爆了。这根长红 K 棒的时候，有多少投顾老师跳进买威盛啊？结果呢，爆杀。对啊，以为要反弹了，以为要弹了，结果为什么你们做都是做那些主力在放空的一所谓标的啦？因为他们不知道主力放空他啊，对不对？西施捧心，西施捧心，我都这样讲的，这么样清楚，讲的这么样明白。好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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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讲西施。好，15034店今天再创波段上面新高，日子过好快哦。日子过好快哦。我们当时是做技嘉，都还记得哦。我们第一阶段是做技嘉，那技嘉我们赚了309块，好，赚了309万。我出的时候。我节目当中我跟你讲，然后出完之后呢，我跟你转说呢，在2月2号的时候，我开始买15034店，还有8936的国统，而且我股票完全没有盖牌哦。你今天根本完全找不到任何一个投顾老师股票没盖牌，就是我现在谢谢文，因为我真的啦，没有那一个节目的压力。哎，再跟大家讲个笑话，昨天点阅率突然就来到快要5000啦，不知道怎么冒出来的，我不管啦，反正我是觉得说这么有水准的节目，好，来再一遍哦。我问你哈、哦，比 aware 啊。再一遍，今天收盘上小于 AC， 那时候老师今天外资现货继续买啊，对，外资现货继续买。可是我早请问你哦，假设明天跳开高，你要看 OTC 指数哦 ，OTC 指数很危险的、哦、，OTC 指数，哎 ，OTC 指数要完全命中哦 ，OTC 指数只要杀，可是我也不想 OTC 指数杀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 OTC 指数如果摆烂在一个黑 K 棒，拍谁全倒，哎呦，全倒。包括什么市电，没有一样，没有，没有，你说 OTC 光市电屁事啊？错。我们要就是维持着一个恐怖平衡，因为 OTC 它代表是人气跟人望嘛，对，所以说这个东西的话，我是建议千万不要倒，真的不要倒，不要倒，我也不要它倒了、啊。多头格局现在被 ETF 搞得妈，投顾老师没钱做生意了啊！如果变空头格局的，投顾全倒，好爽哦！那到最后只要我一个老师而已，那你们就爽了，没有啦？为什么你们都不能去做一些比较正常的股票？好，来，国统来，国统不要不要管国统，来来，哎，一五零家事件够正常了吧？股本2300亿吧？是。那事件呢？我跟大家报过了，我买股票哈，我不会只买一次，甚至事件呢，在某一天往下急杀，我忘记几月几号了，往下急杀，来到144块钱的时候，我在节目当中我还跟你预告，我加码买进。可是如果你没来上我的课，你根本不知道这个点，这个标准的买点，只有事件呢，好。只买三次，我发誓，我买比较多的是15131中心店，还有2609的2603长荣。那我买三次，许金你知道我赚多少吗？我127、130、144买，而且我都没有出哦，我都没有出哦，因为只要没有跌破多少，就像施汉每次都会私讯我说，啊，什么时候你长荣要出，什么时候你速递要出。等他们变成像技嘉一样，我309万居然放在口袋里。结果呢？市电我买了三次，大家都有看扣讯的，看成扣讯哦。哎，真的跟你们最大的差别没有。我说过了，我不怕，你知道多空防守价。可是问题，你为什么跟我操作？因为你没有扣讯，这个杀急杀你不敢买，你不敢买啦。对，你不敢在144块钱买。如果说你知道今天市电会涨到196块钱，140为什么买？来不及了。千金难买早知道，后悔没有特效药。好、拿 X 光片给我看，拿超音波照片给我看，我有办法救你。你懂我意思吧？就市电买3笔哦，我买3笔哦，我的平均成本在133哦，哇，结果我总共赚了一百
89块钱。好，那1513中间件呢，也是我们的老朋友，从126买，然后130买，133块买，然后扣讯跳快点，因为靠腰，刚才老迪赛拉太久，在那个什么妇科的部分哦，妇科部分，好，来到157，然后164，我都还在买进，好，所以说我的买是这样子，来再变哦，你今天你买股票或做期货啦，我举个例子好了，很多人这一波期货输到多头，你说老师干那多头跟什么输到多头，妈的有多少头部老师跑去放空啊？那我问你，好，我再变哦，假设啦，你是在19000放空，好，然后你被嘎1000点，那 OK 就一次吧，就一次吧，学教训。可是若你19000放空，19100放空，19200放空，19300放空，嘎到20000点，你会倾家荡产。资源是一模一样嘛？你买一次好 OK 买教训，好，你赔个100000块。可是问题，如果说你一直加码买资源，加码买资源，加码买资源，你会赔100多万哎、欸！你今天你做错股票，你不要再加码的啦。你懂我意思？你不能再加嘛！拜托大家，你们能不能学会？你看我的股票，我都是往上买。你看嘛，1513中心的126.5买，135买，137买，157买，161买，我是做对，然后一直堆，然后昨天中心店再买，就中心店呢，这样赚了190万。哇、wow. 哦、欸！没有，没有啦，我还是强调一件事情啊，看连东元今天都创新高哎、欸，真的。这么简单哎、欸，人生有没有比较哎？刚才我太嚣张了哈，有一点哦。好，来再一遍哦。3月4号我才买长荣，我再一遍哦。是，我不是买在154块钱的哦。我如果买154块钱，我造假，我要下地狱。我是164我才去买的哦。嗯、我是3月4号才买，可是我的买法一模一样。当我逮到了一个机会，我就一路买嘛。甚至包括上个礼拜五，甚至于包括什么，包括38妇女节的那一天，长荣还有中兴电，来，最精彩，来，晶晶啊，张志卡，你们看几遍？上个礼拜五 OTC 暴跌、嗯、不管包括中兴电，不管包括2603长荣，都盘中爆杀，是我全部加码买。上个礼拜五盘中爆杀，你加码买3433创意，今天继续爆杀爆烂，我的股票每天都在创新高。好，还没完哦。基本上哦，我这边呢，因为我们之前就跟大家报告过了，你今天呢，只要使用我们的课程呢，我们会有一个终身服务的一个所谓计划。那么等于所谓什么叫终身服务？等于说呢，该学会的多空防守价还有主力形态，你们都会算。可是呢，当我只要有新的一个所谓 knowledge 新的知识的话，我讲坦白，我不利于做分享，因为我觉得啦，帮助别人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哦。那只是说呢，在帮助你们的过程当中，你们真的不要老是问我有关你们的病症的，没有啦，因为很多人他没有，就好像昨那个会员很好笑，对，他说谢老师啊，你是第二个 opinion， 你说是水泡水流 ，second opinion， 对。可是呢，第一个医生跟我讲说，那叫做瘤。那我说、你要问他是肿瘤还是瘤、他说要抽血才知道嘛。啊，我说你啊，他说要不要去找第三家？我是第二家医院嘛，要不要找第三家医院去做检查？我说你要选你第一家、先做抽血，先做看你的 CA 1.5指数，好，到底是小于35还是大于35？好，再做判断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、我说你这样子问我，我只能建议说，你就相信第一家，你不要再跑到第三家，你吃饱太闲是不是啦？那可是问题呢，学习这种东西它是不会间断的，看清楚哦。没有这个东西的话，会员因为我们等于说新的版本，不是新的版本，学习的部分的话呢，你要跟你的服务人员索取账号跟密码。那么在我们补充版的业水部分的话，我都以后都叫补充版了、补充版就是让你的 knowledge 在 get advance、get advance 的话，基本上呢，这期精彩的内容包括说，为何一档中心店我们可以赚了 2.6 倍，期货赚 2.6 倍哦，那23035的资源还在破底。那么没有很多人说小事，我要花很多时间去计算主义下来，他妈的好浪费时间哦！我讲坦白，真的很浪费时间哦，只有笨蛋才在算它、我现在都是看软体，我真的没有办法，我不可能。你现在叫我去算长荣主义下，我不可能啦、那要花很长的时间。可是问题哈、尤其啦，我举例啊，你看技嘉期货我们赚1.7倍，然后呢，中兴电期货我们赚2.6倍，然后长荣期货的话，我们上个礼拜我177买哦，大家帮我作证哦，帮我作证哦。他往下急杀，我买了。到今天的长荣，我又赚了5只涨停板了，和期货部分了。可是你看到说，好像很好赚。可是好赚的业水背后，你要知道它的风险在哪里。到底呢？没有，我直接讲答案好了。我在带会员做股期的业水时候，我都做大只的嘛，你都知道嘛。不管包括长荣，不管包括技嘉，不管包括中兴电。好，市电我之前跟大家报告过，因为市电它没有期货，很抱歉，不是每一档股票都有期货，我尽量做大只的。
哦，你也可以去做6/28的康舒期货啊，就有落赛啊，你的落赛，对啊，你也做四元期货落赛嘛。嗯。可是问题呢，假设你去做这些落赛的股票的话，你有没有办法去设立你的验水停损？那停损的部分的话，我建议啦，不要看日线，为什么？因为日线你们最聪明啊，闪过大嘴刀，时间到了把电脑关掉，干什么事都没发生。可是我今天精彩节目内容还要讲一下，要让我们验证呢，这样 才能让我们的那个点阅率一直很高哎。哦，今天还有胡塞组织哈，哦，今天照片还有胡塞组织，胡塞，哦，胡塞组织，哦，胡塞组织，你们想太多了，现在都是用无人机的，哦，没有阿呆，没有阿呆开的小艇，然后装自杀炸弹去撞美国的船，没有那么笨的。啊，哦，来，我把长荣跟那个讲一下哈，还是你们自己去找那个什么，你们自己找那个非凡，干我干嘛帮他推啊，他对我又不好。好，来来来，这样，来，游戏总有结束的时候，来，好，嗯哼，3、2、1，结完，哎，欸，你看都没变啊，三，真的哦，对，三没有变啊，赶快把这张图截起来，是非常非常重要哦。OK， 好，没有，你唯有知道多空的夜所的防守价，你才能够确保哈，你今天稳操胜算。那么基本上的话呢，所以说，嗯，这一集的课程哈，我比较着重在是停损上面的设立啊。没有啦，因为其实在金融商品市场，就像昨天带枪投靠的那个，除了一路干掉之外，说干你讲我的资源不好，讲我的爱普不知道不好啊，结果他已经乖乖带枪投靠了，结果呢，嗯，他说小事，可是我现在钱全部卡在这边呢，卡在 IP 啊，哦，那 IP 我讲过了，高不成低不就，你要小心哦。对，老师讲千元的股票，我们要不要没有？金金每次说哈，我讲好的哈，准确度90%啊，讲不好准确100%。你相不相信千元的股票搞不到年底剩200块，真假的？你会输800万，你会输800万，你会输死，你真会输死。所以现在如果可以的话，有涨高赶快先涨高，轮不到他们啊，再怎么涨也涨长荣了，所以停损赶快设，但是至于要怎么设，设在哪里的话，你要学，赶快请教。没有，我不想给你们请教，哦，不想请教，因为没有。你是我会员，我会给你答案。OK， 因为我会员还很多超音波的照片、X 光的照片，我没有时间管你们手中持股。好，你要做，所以说哈，这个新的账号密码，新的账号密码要索取哦，0239398888。好，来继续。好，那么股期的验水部分就不用讲了吧，在最后教一遍了。长荣，我靠，刚减30股票，股票不用遮，你这种节目，啊，他妈不按照分享，连333333价位都给你。老师，按住我笔电视，也让333拉起来，你砍在333，我也没办法，我跟你讲333的。我真的没有盖牌耶。如果到333就不要砍了，老师刚才意思是这样哦，我再重复一次哦，除非直接跳水。好，那今天2603长荣再创新高，这要讲，这样不用讲了哈。你看，你我不管你0919了，我也不管你0939，你是一个主力一直在做多长荣，一直在放空，一直在放空3035资源，没有啦，来到333的时候，主力会放资源一码，可是我告诉你，偷偷告诉你哦，他弹起来会继续空，因为他空这么多了。对，而且千元股票到最后变200多块的，那我问你啊，资源跌到哪里？跌到哪里？好，哦，百位数变个位数嘛，各位不是啊？长荣、阳明之前从6块钱开始涨，它不能跌回到6块钱哦，可以吗？没有，拍谁？这里是战场，不是游乐场。真的啦，市场就那么无情啊！所以说，你手中有持股上面问题，你记得你要来找我。那我跟大家报过了，胡塞组织呢就是一攻击，所以这是为什么在上个礼拜，哎，还记不记得上礼拜五？来，上个礼拜五的时候，来，看到没？长荣急杀，然后177哦，177我在加码，177哦，而且买不到头都要你当你做。有许金啊，你知道177哈，到今天哦，199哎，没有，今天已经到191。我总共赚36000，因为一只2张，可是保证金48000，我又赚了1只、2只、3只、4只，我赚了7只的涨停板，所以一档长荣，我们老早就已经超过3倍的获利了。所以说呢，基本上要反败为胜，尤其这次没有课程有关于 ETF 的部分的话，因为 ETF 很多时候小时 ETF 要开个课，因为基本上 ETF 的话，它牵涉到成分股的部分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没有你自己，你可以去买嘛。因为00939、00940，它又把它今天持有长荣啊、2404汉唐啊、305神机啊，它的 percentage 写在那个公开说明书上面。那你可以呢各自去买那些股票嘛，
哦，比如说长荣，假设长荣占12%，你就买一百二十股，然后呢，你可以这样构筑嘛。那三十五成金呢，假设占8%，你就买八十股，然后这样你自然可以构筑一个投资组合。是 是。所以说这部分的话，没有有点复杂，有一点复杂。不过呢，明后天有空再跟大家报告了。那只是说呢，就会员的一个水部分，反正这是终身的服务，你们都缴了钱嘛，啊，缴钱我们就给你终身服务。那要怎么样去设立的一个所谓停损？还有呢，接下来要怎么样复制中兴电2.6倍，然后长荣的部分呢也高达将近有3.5倍，在下个礼拜的一个所谓课程，我们也给大家完整答案。所以说预约要预约，预约还没开始哦，密码你都要，密码跟账号你要直接索取。那我们电话号码02239239888。那同样再一遍哦，上柜指数它有它的问题之存在，我不需要跌了，因为上柜指数再跌，它一定会把所有中兴电、长荣全部拖下水。可是问题的资源会死更长，他三张绝对不会守，所以说我希望没有，你不知道我手中没有长荣，现在大盘跌，干大盘跌，你手中股要死光光了，你手中电子股会尸骨无存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呢，我希望大家能够守住，好，要怎么样守住？反正多空防守价主力心态如何同步拥有？我们电话号码02239388。每天跟你讲说呢，永远相信事先预告才是真的。看我每天都跟你讲答案哦。对哦，昨天我跟你讲说、哦、AI 股票今天开高走低，真的事先预告都中哦。真的 开高走低，电话号码02239388，永远相信事前预告才是真的，真的真的超嚣张，开高走低你走了没？真的好，开高走低，开高走了没？要不要再看一遍？要不要看一遍？好，再看一遍，我赶快记下来，截图按赞分享。好，明天下午2点，也请你持续锁定未来事件部，有相当的本钱呐。OK， 可以的，拜拜。